玩一个小游戏，第一关，第二关去步行去散步街道，大爷你真牛。算了，看这只能步了，坐着也太狠了。散步街道能得多远呢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朋友们，我步行跑上去那里也对是步行，那你就给我一个关注加点赞吧，谢谢啦。求求们，我都那么听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赞，再给我一个关注吗？谢谢你啦。现在只能步行去，也不能作弊，作弊是一种犯法的行为，会被警察逮到的哦。我想用这个火车背包，就算这个车不行，算了，只能买了。我到了，可把我累死了。你出来了呀，请你去和牛餐厅。上来干嘛？下去，神经病！从这里走吧，跳下去愣着干嘛？接下来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干嘛呀？去校园。愣着干嘛？快上去！上来干嘛？回合牛餐厅呀！干嘛？要人吗？上来干嘛？回合牛餐厅呀！我发现人脑子有病了，他。下去干嘛呢？啊，完了，往前走啊！走着呢呀，没有了。都是你笑我。你在干嘛？还不快上去！好困呐，我还是啥呢？跑酷可难不到我哦。我猜你一定跳跳过来。哇，大爷那么长呢，从这里走吧。他写没写？完了呀！太好玩了，下次我们再玩游戏吧，拜拜。